哇哦！我闪一手。哇哦！怎么这么多人？但我们拿六十块，这波不亏。我的妈呀！我闪到左边一个蓝枪，我佛了。为什么是一个守护者皇子啊？他想守护我们，我懂了。皇子用心良苦啊，皇子。中单小绿人死了，应该。推 A， 点一下，再点一下，再点一下，推咬致命点炎，给我杀！没事，对面 AD 没有闪现。你给点死他！推，嘿嘿，很喜欢点啊，对面的 AD。死哥，我说实话啊，再见。我那个是啥意思呢？你们觉得我那个是啥意思？你们能看出来我是啥意思不？我就不跟这 ADC 解释俺们刚才到底是啥意思。你们觉得刚才我这塔下的那个举动是干嘛的？你们觉得？没错，我在卡兵线，而这个 ADC 他却不懂，说明什么？说明这 ADC 指定没看过俺们直播，菜，不懂。咱也不怪他，咱也不跟他解释。这把超神了以后，直接跟他说斗鱼四七五二五二，你会学到很多，啊、嗯，这就完事了。推，打不溜，塔眼儿，点，一打不溜，推咬，起飞，降落，没蓝了，蓝没了。没蓝了，等个点炎吧，这波马上 ADC 加血会好啊！一下，我起飞，降落，加血，加血，加血，往这加呀！没事，这满豪这波好像 W 没好，一换一，这都能一换一啊！刚我那个 E 稍微是有点瑕疵啊，刚才那个 E 技能。王者也打不过这蓝枪，一打半溜，推咬，漂亮！
还好我们来了一波。我发现啊，那婉豪挺克我的蜘蛛啊。为啥说这婉豪挺克我的蜘蛛啊？因为婉豪这英雄他那个抢手猎炉，我能直接就是我的小蜘蛛能给我晕了，我自己晕自己。我发现我这一技能的准度啊，我真得提升提升了。这帮逼挺狂啊，挺狂，老想用走位来夺我的E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就想看看你们的走位到底有多好啊！死歌来，死歌。给瞎当了，给你眼儿牌了，吃一波小兵去下路，要杀就杀这沙漠玫瑰，他俩指定是秒我，我也不知道你狂什么小伙子，咱也不知道你狂什么，你是你个小打野跟我辅助打啊，你狂什么？你狂？你有什么好狂的？他往这里插了个针眼儿。AD 挺能扭啊，我发现。哎，他真的好能扭啊，他一直扭，扭来扭去，我有点一不中他。还真有点一不中。小龙可以要，把针眼给他排了。这死哥也过来了吧，先把那蓝枪杀了，推
换换吧。其实我没想跟他换，那黄纸，哎呀，我不知道那黄纸框他，你知道吧？哎，不过无所谓了，其实我们即使跑了，那死哥也得放大，一样。小驴人应该是送的，黄纸应该也是没了，我们赶紧过来啊！一把换柳七咬来杀板猴，板猴不放打不溜，我们不放 E。哎呀，抠的有点远呢、啊。你给我打死了，漂亮！这抠死哥的抠其实有点准的、啊，死哥无敌了，那倒不至于。那没杀六个人就能无敌的人，还不至于。俺们家剑魔是优势。我去中路找一波法外狂徒，法外狂徒他是没有魔抗的。等鲨鱼出来我们再一头。咬死。帮你推波中吧。给枪毙了吗？他们需要指引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辅助之都，辅助之都啊！打了个鸟，兄弟，你不会连辅助都打不过吧？他不死，没事，还好。看这里有没有针眼儿啊？下路没人了是吧？啊？下路为什么没人了呢？中路为啥也没人了呢？野区蹲一手，看着死哥往哪走。W 吹死了，起飞降落耗点。哦，鳄鱼！哦，鳄鱼，别啊！炼金罐。鲨鱼，这把俺们得来一个沙漏了。
这里有眼儿吗？你俩干哈呢？不是鱼在这干哈呢？我就想问一下，这鳄鱼翻过来咋的？早死了？为什么就这么不怕死？我就没明白。俺们把这峡谷打了。小龙是谁的呀？小龙也是我们家的，挺好。Beautiful 啊！拆钟，拆钟，把中路拆了，再拆一层。击中，飞，平 A， 爬爬溜，击中，哎，这都没击中，我 E 哪去了？飞，我 E 呢？我刚一消失了，好像是蓝枪的烟雾弹，这个位置有烟雾弹没有啊？在这等一下啊，一 W 亏咬致命点呀，漂亮！我跳弹咬，起飞降落，来了剑魔，给我杀剑魔！我给你异动，亏咬，其他的咱就不管了。哎呦，叮！打大龙吧，先来个沙漏，再来个法穿棒，最后来个美甲窃魂卷的增强版猫的。小绿人连死哥都打不死的话，基本上也就没什么用了。先咬着鳄鱼，再杀的蓝枪，起飞降落，咬咬，叮。蓝枪好像魔抗有点高了呀，我说的大野魔刀都打不动。你给我杀漂亮剑魔，哇，哎呦啊，猛啊，剑魔拉一拉线就可以看到提线木偶。小龙，哎呦我的剑魔，剑魔咋那么幼呢？剑魔
这不买一正机了吗？完了，连助攻都没有，我服了。剑魔咋不动了呢？正在考虑出什么装备吗？他可不能不动啊，他是俺们家顶梁柱啊。那卡莎怎么死的？那蓝枪也不知道干什么，太吓人了。先把这蓝枪给我杀了，你给我死！大龙，来啊，打大龙啊！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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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不管他，我们打大龙。如果卡莎非得要跟死哥单挑，我们就打大龙吧。先来个法穿棒。出完法穿棒，我们可以先拿美甲窃魂卷先小用一手。哎，为什么我移动速度会419？正常蜘蛛只有370。啊，我贪欲猎手，无情猎手。那死哥干哈呢？死哥，假装走了，其实不然。三，哎，我再给你放一个。你咋那么装备啊，哥们儿？太装备。抠什么在那抠？把他蓝给他打了，咋那么装逼呢？咋就那么装逼？咱就不明白，这种情况还他妈敢出来打蓝？高低插个眼儿，哎呀，黄子是有点肉啊，咬，致命减员体力，是不是能直接一波了？我先给你盯一手，我再给你起飞一手，再降落一手。拿去。MVP 应该是没有。